全气动双排高级使用方法。首先打开气源，气压表显示气压0.5个压，五个压，气压正常，开始灌装。再灌一次，打到自动，机器就开始自动灌装。机体开关，按下去，整个机体停止工作，机器机体旋起来，机器开始工作。手柄是调节灌装那个大小，手柄往前面调，灌装那边大，手柄往后调，灌装那边小。前后两只节流阀，前面一只控制灌装量的流量，后面一只调节速度，这样子调，流量变大，这样子速度变快，这样子调流量变小，这样调速度变快。